妹妹，六碗面要做多久？十分钟。行，我们出去办点事情。等一下有几个警察叔叔会过来吃。告诉我请客。去年716八枪抢走40万现金，今年年初13枪抢走150多万黄金。他们好像一直都比我们快一步。三队人马，两辆摩托，这是他们唯一的一条出路。吃面。饿了就要找吃的，没钱了就得动手。他们不是饿了才找吃的，他们是吃了这一顿就已经想好了下一顿。再来，我们早就被他们先盯了。7分钟，沙皮打110。就你一个人，你算了。